学，请坐。今天有33个提问，不过里面呢还有9个小题，实际上呢超过40题。我们按照次序来答复啊。今天我们现场同学的人数不多啊，往常啊现场都挤满了啊，这缘分不一样啊。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，一共有7题啊，但是里面有很多小题啊。第一个提问是：现代人常常啊有各种怪病，生长肿瘤得癌症啊，请问下面它有5个题目。这个问题提得很好。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佛法里面讲病啊有3种原因。第一种是生理的病啊，包括你的饮食，古人常讲啊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，所以口是祸福之门啊。这个天气变化啊，我们这个衣着不小心，这些都是生理病的来源。第二种病呢，是属于这个冤亲债主啊，找上身来了啊，得这些病。那么这种病呢，医生不能治啊。像这个三昧水忏的悟达国师啊，地贤老和尚那个参禅的徒弟啊，这冤孽病啊，冤亲债主找到身上。第三种叫业障病啊，他不是冤亲债主，自己造作罪业太多了啊。冤亲债主这种病呢要化解调解啊，调解很有效，几乎90%都会接受，接受他离开就化解了。第三种的业障病啊难治啊，医生是束手无策，他也不是调解啊，他不是这个冤亲债主找上门来啊，这个是最困难，但是可以治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真正忏悔啊，忏除业障啊啊，你真能忏除业障呢，这病就好了。
所以总的来说，在佛法里面说，没有治不了的病。啊，问题就是，你要知道疾病的来源。现在的怪病痛，啊，我们今天收到一份报告，网络上下载的，啊，这个报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警告，可能爆发全球瘟疫危机，啊，这个题目，这里面跟我们说到，它是从1970年那个时候发现有39种新的病毒，啊，这过去没有的，啊，这1970年，它是最近这个5年，啊，过去5年，今年2007年，那就是2003年到今年，啊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现超过1100种的流行病毒。病毒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知道啊，这佛在经上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很多很清楚啊，不善业的变现啊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怎样化解了啊，怎样来解毒了。我们先看他下面的问题，啊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。他第一个小题是：身上的肿瘤是不是众生？有可能。啊，因为我们接触过这些病人的时候，我们亲眼看到，而且不止一个啊，甚至于有人身上肿瘤很多，大大小小的啊，100多个肿瘤，那是冤亲债主啊，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。那么您能化解呢？哎，跟他这个谈条件化解呢，确实是有效。啊，可是有很多很顽固的，大概那是结的怨太深，他不饶你。啊，用种种化解条件来谈的时候，他都不答应，这就没法子了。啊。但是这个很少，啊，大多数啊都能够同意化解，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平常处事待人呢，记住一个原则，绝不给人结怨仇。啊，结怨呢，有时候是无意的，所以总得要小心。所谓是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啊，不知道怎么得罪他的啊，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，所以言语总要谨慎小心，对人的态度总得要恭敬啊，所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啊，这就是小心不给人结怨仇。啊，那已经过去结的怨仇呢，要化解。啊，这个就对了。他第二个他说，如果把肿瘤切除了，就算大功告成了吗？不容易。你切除了，这个问题没化解。他会在你身上再长一个，或者换个地方再长一个，你怎么办？
啊，所以不能切除啊，要怎么化解？啊，切除跟化解同时进行也行，但是切除不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身体生态平衡被破坏了。啊，总是不完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东方这个中医不用这种手段。啊，中医是你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啊，总是用药物啊给你调理，让它恢复功能啊，那就正常了嘛。啊，不是把它切除啊，切除不是个好办法啊。第三个小问题小题啊，是有时肿瘤这边切除了，从另外一边又长出来，请问这什么原因？这就是刚才讲的，如果它是众生，你把那块切除，它会长到别的地方去啊，它不会离开你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人所以人都有运气啊，人在走运的时候，你的冤亲债主啊不敢碰你啊，你运很盛的时候，气很盛的时候，到衰了的时候他就来了啊，你的好运走完了，冤亲债主来找你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别人吃了你的亏的，啊，你现在有势力，他不敢碰你。等你哪一天下台，势力失掉了，他找上门来了，你就很难应付了。道理是一样的。